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妮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元气骑士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游戏，新游戏，还是个角色。丢一下快递，我改错了啊。我来打卡擦。是，爹豆浆蜜姐，爹豆浆快。我是暴击绿豆浆，下面这批我的是特色回复，特不错。我们是。我们走吧，挑战开始。这是挑战加倍的敌人扑街了。
能试试这咒拳出击好不好用。免疫冰冻，降低伤害免疫缓解，增加攻击距离。打压好不好用？不发鼻血了。谢谢广大剪辑小腻，拍摄小腻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